是超市。超市。好，练习一下，看一看这个。这个超市的苹果10元一斤，那个超市的苹果5元一斤。那可以说，那个超市的苹果比这个超市的苹果便宜。我家的旁边有2个超市。我去快乐超市要10分钟。我去开心超市只要5分钟。所以我经常去开心超市，因为开心超市离我家近。我们看一看这个，这是健身房，跟我读，健身房，健身房。好，这是健身房。你家的周边有健身房吗？你喜欢去健身房吗？好，你看一看这，这是哪儿？菜市场。对，我们学了菜市场，在菜市场我们可以买菜。菜市场我们也说菜场。跟我读，菜场，菜场。我们去菜场买菜。在菜场买菜很便宜。好，你看一看他，他住在这里。他家周边有健身房、菜场，我们一起看一下，这是他的家。他家周边有健身房、菜场，这是他家的周边。你家的周边有什么？好，我们来看一看他们。他们在哪儿？他们在菜场。他们在菜场做什么？他说5元，他说3元。对，他们在菜场砍价。好，你看看这里。他去了菜场后还去了哪儿？这是超市。他去了菜场后还去了超市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这里，你说一说，他一周去几次健身房？一次，两次，三次。他一周去3次健身房。你喜欢去健身房吗？你一周去几次？好，你看这里，这个健身房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健身房很大。